一个人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是我的。他已经蛮焦虑了。对。干啥你？我本来是想帮他拿盖子，然后他就生气了。哎呀，别闹了，咱们可是来卖东西，来卖东西。干啥你？这明明是我的。龙龙，别打，别打你。会觉得说我们在帮你，对，对有点被误会 了，他有点被误会了。冉冉，不要伸手，不伸手，听我说，龙龙，冉冉在帮你忙，他在帮你卖龙虾，明白吗？你理解了吗？啊，冉冉，就算有哥哥误会你了，你可以跟哥哥好好说，但是不伸手，好不好？嗯。啊，好，我们现在这样，我跟 你们两个有一起把这个20块钱的龙虾卖，一起把这个20块钱的龙虾卖。我看，他看冉冉，就是他自己在消化他的那个情绪。因为你刚才说累了，所以冉冉就帮你去卖了。你是不是应该谢谢冉冉啊？好吧，你们俩握个手，握个手。握个手，握个手。哎，对了，好，哎，男子汉是。哎，太棒了，好，一起去，快快，冉冉，你跟龙龙一起去吧。太棒了啊，你们一起啊。好，真棒，你哥俩就这样啊，很棒。如果小朋友被误会了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道个歉，然后就和好了。还有什么？龙虾20块钱，低头卖掉。20块钱。